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，剧情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推开青春年少帷幕的开场，陪伴的时光坚定的梦想，心事暂时都隐藏，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，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，长跑赛场胜利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夜色贴上，心间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渴望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白明，那不是你们学校那个徐梦雨吗？他怎么来看我们打球？马燕回来了。哎，马燕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让我们二打三啊？梦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写作遇到点瓶颈，来探探篮球，找找灵感。啊，马燕明，快点！你们训练的挺认真啊。那当然，我们球队那正经厉害呢。你就上次我们比赛，马燕明，快点的，来了来了。梦姐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嗯。梦姐，撤了撤了撤了，回来。师哥。嗯。梦雨，你来了，我刚好结束了，一起吃饭吧。走吧。走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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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啊徒弟。走。嗯。哎，作业写完了，笔记也整理了，好无聊啊。嗯。小华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问题？不管是人生上也好，还是学业上也好，我来帮你讲讲。没有。哎，同桌不在，还有点不太习惯你。没想到你这么想我呀、啊，那正好，给你带了些礼物，你肯定喜欢。你怎么来了？那你来了，谁照顾阿姨啊？有人帮我照顾。要不你还是休息几天吧。有已知得出什么 ？EF 平行于 CD 且 EF 跳票，起立。老师再见。
院看阿姨。啊，阿姨不是今天出院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居然记得？明天是一个自由的、慵懒、可以睡到中午的周末。我都盼了五天了，你说我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不是说这个。哦，你要考我常识问答是吧？国际爱牙日。算了，我看你不记得。世界睡眠日。啊，不不不，那你好歹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是吗？哦，真的？我很确定。那我们可得好好搞点事情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。妈。给你布置的惊喜吧。这些都是你们布置的？一个一个亲自布置的。等等，妈妈祝你18岁生日快乐。谢谢妈妈。走，对对，别闹，吃蛋糕许愿。吃蛋糕，吃蛋糕，快走快走，快走，来把书包给妈。哎，万有引力，不对，是万有引力。来吧，点蜡烛，点蜡烛。好，那么请寿星准备许愿。都说这个18岁的这个愿望是最灵验的，那么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是考上京大。这是玲珑的生日，你让他自己选，你瞎捣什么乱呀？我这怎么能叫瞎捣乱呢？他肯定就是这么想，是不是阿姨？东东啊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对，你们三个是好朋友，你呢就许个愿，明年你们可以一起考入京大。还是阿姨想的周到啊，那我们俩能不能上京大就拜托你了。许吧。希望我能永远陪在妈妈身边，希望妈妈身体健康。哇！生日快乐！哟！哇！小花，你能耐了是吧？这是我的志愿填报单。为什么？你可是全年级第一，全国物理竞赛又拿过奖，以你的成绩考上京大那是十拿九稳的事儿。难道你不想考最好的学校吗？我已经决定好了。
没关系，你不用这么快给我决定，而且这次只是模拟填报志愿，还有的机会反悔。林东，你要知道，金大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可你是有这个能力的，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？而且你的这个选择，你家人知道吗？林东，老师可以问一下，这个跟你这几天请假有什么关系吗？如果你家里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跟老师。王老师，考容大是我的个人选择。好，我不逼你，反正还有机会，你可以考虑清楚。知道了。我今天白天不是故意听见的，真的只是碰巧。我听见方老师跟张主任说，你因为你妈妈的事儿不考了。可是妈妈不是已经出院了吗？我妈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少不了我要一直在身边照顾。那你自己的梦想呢？你的人生，你的梦想呢？我小时候亲眼看着我爸爸被送进了抢救室，但是他没能活着出来，所以这次当我看着我妈妈也被送进抢救室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已经失去爸爸了，我不能再没有妈妈。支持你。你说真的？我说真的。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做同样的决定。别想多了，走吧。妈，妈，妈，东东回来了啊！哎，妈给你做了一碗面，快过来尝尝。妈，医生不是说了让你静养吗？你怎么还做饭啊？稍微动一动不碍事的，快过来，来尝尝。哇，快吃吃看！哎，还有两个可口的小菜儿。妈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哎呀，不知不觉你都长这么大了，马上就要上大学离开妈妈了。妈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填报的志愿是容大。东东啊，这大学志愿是很重要的，你不能这么含糊，而且妈妈不希望你就这么草率的去决定。东东，你听妈妈说，妈妈知道
你是担心我的身体，可是你的前程比妈妈的身体更重要。再说，你不是一直想考京大物理系吗？你学习那么好，你肯定能考上的。还有就是上次你跟几个同学，不都是已经约好了吗？妈，可是我现在是真的不想考京大，我就想陪在你身边，这是我的理想。可是你这样以后肯定会后悔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。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事儿、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这个家，就是能陪着你。我生日的时候许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能身体健康，希望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而且我你还不了解吗？不管是在荣大还是京大，我都能有出息的。不是，你这孩子，你说我好好跟你说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我是不想因为我拖累了你，你明白吗？妈，在你住院之前我就已经想好要考荣大了，我就是想陪着你。而且咱们家现在就剩我们俩了，我真的不想分开。可是妈，这是我的志愿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你想让我考京大，那不是我想要的，是你认为我想要的。我认为我能陪在你身边，能照顾你，这个比京大重要多了。所以妈，就这一次，听我的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总感觉是我拖累你了。这么大一件事情，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哎妈，今天的面怎么没带啊？你要吃煎蛋呐？啊，那你等，你别跟我打岔。妈，这件事儿我已经考虑很久了，并不是一时冲动。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？可是，好了妈，没有蛋怎么吃啊？行，你等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谢谢妈。准备啦，笑开心一点，三二一，茄子。哎哎，等会儿，再来一下，没看好。三二一，茄子。可以啦。哎，你们暑假有什么安排啊？什么什么安排？我要去参加美术培训，每天都得上课。这么惨。这叫痛并快乐着。干得漂亮。我还没拍呢。那你呢？在家陪我妈。还有呢？督促你学习。免了，谢谢。马明，咋了？暑假什么安排啊？我篮球要训练，然后还要去跟大学校队打比赛。哦，加油吧，哥看好你，别给我丢人啊。那必须的。哎，今天都要放长假了，你叹什么气啊？我一点都不喜欢放长假，一放假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别提多无聊了。你要是无聊，我可以陪你玩。我不要，
你找我玩不是学习就是学习，我才不想假期学习。嗯，我也快愁死了，这一放假就有各种亲戚来我家做客，三大姑八大姨的，然后认识的不认识的，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，还有那种比我还小的小孩来了我家以后又作又闹腾又翻我东西，烦死了。嗯，我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困扰。小妹，真的是你啊！第一，我不是苏小妹，我的中文名是苏西，英文名 Susie。我已经长大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苏小妹了。第二，我是回外婆家度假的，顺便啊，看望一下你。哼，Susie，真的是你啊？那不然呢？有对暗号吗？由于女大十八变嘛，实在是有点认不出来你了，所以这个为了安全起见。我得好好考考你。你的游戏密码是2222。那我……你的银行卡密码也是2222。我……你的手机密码更是2222。你所有的密码都是2222，只有你会设这么2的密码。苏小妹，真的是你？那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是打扮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我跟你说，咱们家长期有一个女士还是比较传统的中国老太太，但你这样的话，你这么夸张的话，你等会说话要收敛，你不能指手画脚的，你跟说话跟唱 rap 一样，这样她会吓到的。你有听我说话吗？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等我化个妆。外婆，哎呀，小妹来了。外婆，想死我。小妹呀，哎呦，外婆也想你哟。妈，还有奶奶呀，人家现在不流行叫苏小妹了，人家流行叫 Susie， 洋气。不不不，我可喜欢别人叫我小妹了，多亲切呀！哎，叫外婆看看你，哎呦，长高了，更加漂亮了，水灵灵一个大姑娘喽。小妹啊，真是女大十八变了啊！是啊，你这怎么回事？忽然就跑过来了，也不打个电话，我好去接你。哎，有日子没来湘北了吧？多待两天，在家里边好好陪陪外婆，外婆可想你了。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找你表哥。啊，爸，不行，我有事儿，我没空。啊，没事的，舅舅，就算表哥不愿意陪我，我也会缠着他的。嗯，行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跟舅舅说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爸。谁欺负谁呀？走走走，哎，小妹啊，我带你看你房间去。好，那这些行李就拜托表哥帮我搬上去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把这些行李搬上楼了？外婆，人家搬不动嘛。小慧啊，你就帮帮你妹妹吧，人家也是柔弱的女孩，男孩啊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嘛。是呀是呀，走。小妹，你这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？秤砣吗？这么重？你小心点儿，那都是我的宝贝。不是，哎，你一大小伙子，一顿饭吃三碗干饭，这一箱子能多沉呢？啊？这不也不沉吗？抬上去。爸，爸。床了吗？我的小棕瓶，哎，真可爱，还有我的神仙水，哦，还有我的小香香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你懂什么呀？
我这些宝贝够买你那好几个游戏机。我的小可爱，跟我一路颠簸，辛苦你们了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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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擦了，那上面干净成这样，有什么可擦的？快快快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出去！干嘛去？常秀英女士交代的任务吗？带你出去逛街，吃喝玩乐。啊，我不去了，我倒时差。你一个人去？你从新加坡飞过来了，你需要倒时差吗？哎，我不想去，不想去，我要追剧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要跟朋友去玩了啊，别去那常秀英女士那告我状啊，自己去解释啊。哎，你去吧去吧，不用告啊。这真的啊。嗯嗯嗯，拜拜。喂。哎，一切顺利，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我都已经计划好了，等会儿就去他的房间把这件事给办了。在这儿啊！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房间，你说呢？那不然我在哪儿？啊，你不是要跟朋友一起去玩吗？我这不正玩呢吗？你不是说要看剧吗？在干嘛呢？对呀，看看剧啊！我这不知道 WiFi 密码吗？WiFi 密码多少？这事儿手机发给你。嗯，你咋还不走啊？走，走。哦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打扰我学习。你这哪是学习呀？你这是玩游戏。玩游戏不能学习啊，在游戏中进步。我教你。我带你上分啊！真的，嗯，真的，嗯，真的，嗯，不需要。我真的可以教。谢谢你啊。你妈恢复的不错啊。医生，您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总体来说呢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回去之后呢，注意多休息，不要劳累。如果再察觉到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，就来医院做检查就行了。啊，你看我就说吧，没什么事儿，都不用来复查的。妈，身体这事儿可不能马虎。您儿子说的对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是，那行，医生，我们先走了，谢谢你。好嘞，不客气，谢谢医生。再见啊。再见。我就说嘛，啥事都没有。你看你这孩子太紧张了。妈，还是注意一点。好，好，好，放心吧，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哥，我觉得你这个房间非常的好，你看你这格局，这摆设，关键是这个采光，我喜欢。你的房间跟我的房间没差别。哇，这小哥哥好帅啊！我知道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是他还是我？照片上难道我不比他帅吗？帅，你最帅了。嗯。哇，你这个床好硬啊！我就喜欢睡硬的床。
能别胡说八道了吗？你的床跟我的床一模一样。哎，你这个房间环境特别的好。到底要干嘛呀？我可以给你换个房间睡吗，表哥？哦。我就不信搞不定你这条二哈了。哎呀，慢点，终于回来了。妈，吃橘子吗？妈妈给你，我来剥。坐吧。好。东东啊，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知道。妈妈就是想让你再说一遍嘛。我的生日愿望就是，希望你能一直健康，我也能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的生日愿望啊灵验了，你不是听医生说了吗？医生说妈妈没什么事了，都挺好的了。嗯，妈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妈。不用商量了，志愿的事儿咱们之前也是聊过的。不是，妈妈知道你这份孝心，你呢可以选择留下来，那是你的选择，妈妈尊重你。那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可不可以去京大陪着你？我想看着你进京大，我想看见我儿子有出息，我会更开心。我不想有这个遗憾。你在哪儿，那妈妈就在哪儿。房子吧，不是家，只有人才是。你说呢？妈，林东，生日快乐！这个给你。18岁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林东，祝你未来所求皆所愿，所行化坦途。下的风，阳光早晨梧桐，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世界因你不同，真身吉他篮球，裙摆长发温柔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？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？明白这段旅途
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，衬衫、吉他、篮球，电台、呐喊、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得自由？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？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